表妹，这车漂亮吧？漂亮漂亮，是吧？嗯、我们这次去云南呢、啊，开上，哇，这车好高端哦，是吧？经理，这是我刚买的。哦，下来下来下来。怎么了？这车太高端太豪华了不？是吧？就开一下嘛。经理，你自己不是有那么多车吗？借我车干嘛？我去乡下看一下奶奶，这次开回去啊，那肯定风都要走了。我和表妹都约好了，我们下午就要去云南。玩两天嘛，你看你说这么见外，来。给你准备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那就这个是给我奶奶的，这个才是给你的。那经理，你小心一点嘛。我开着你不放心嘛？来，钥匙。哦，经理，这我车刚买的，还没加油哈。放心嘛，给你加满嘛。这个加什么油啊？柴油。啊 ，OK， 好。表妹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说好去旅游的，现在车去哪了？怎么去嘛？哎，我们就晚两天去嘛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经理，什么？坏了呀！哎呦，你在哪里嘛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现在过来。走走走，别别别，走走走。经理经理，这怎么打不着了嘛？我哪知道嘛？你买什么车子？一加油打不着火。你加什么油嘛？加的柴油没错啊。你看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不是菜油，是柴油，柴油哦。哎，这是菜油啊！你怎么不加花生油啊？现在怎么办呢？小丹，这样子，你慢慢解决一下哈。我还赶着去乡下看奶奶哈，我先过去了哈。哎呀，经理经理，这还有半桶柴油，拿回去炒菜好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这周扒皮，怪不得人家说车和老婆素不外借，原来真有这个理。